飞到很多，就是要换，你就要换 pass 是不是？还是怎样？我是现在182上面试看看，如果说换网卡有解决的话，那我们就再去买像类似这样的网卡，然后就直接插上去，原本那个主机板上面的就不用了。OK， 是那，老师，因为我上次有传给你看，就是我更改后的那个 bugging， 然后它的话一开始的，因为我是设300K， 然后它一开始的温度是结构散掉，对，然后但最后就是它有大概在300K 左右，但是就是结构都乱了，对，但因为上次是比较。因为我改过他八甜甜的这个 potential， 然后上次爆的时候是他还会 lose ether， 然后我是都找其他篇的 potential 去放，然后现在就是比上次，因为上次是会 lose ether， 现在是不会，但是还是不太稳定这样子。啊，他是 co-share 吗？对，他是 co-share。那所以你的一个同样的原子要分成两颗哦，一个是 coil， 一个是 shell 哦。你原本的 data 栏要改了，你知道吗 ？data 的有，我是有改。对，一颗原子要分裂成两个 particle， 一个是 coil， 一个是 shell。因为我老师上次有叫我去看那个 lens 的 example 那边，对，然后我发现他是用的是，他是用，我说，他不是用 bucket， 然后他的，但他是用 coil。对，然后那你如果有 co-share， 你就要分成 co 跟 share， 同样一颗，对，原本是一颗的，你现在要把那一颗分成一个是 co， 一个是 share， 变成你的 data 档，一颗原子要分成两颗 particle。那你的系统是哪一个原子直接变成 co-share？ 因为我看的 paper 好像只有。好像只有这个铁跟氧，他们是有 shell 跟 shell 跟这两个之间的部分这样子，然后磷跟氧还有钠跟氧，是没有 shell 跟 shell 的问题。这样。好，那所以你铁跟氧，我们没有铁吗？铁吗？对啊，我们的配方。配方有钠铁磷氧，对，所以就跟这个这片是一样的，这片是钠铁磷氧的 fucking hand 的 potential， 对，但是因为我是没有找到钠跟钠他们之间的互相的 show 的文献，我就找到像都是铁跟氧，然后氧跟氧他们之间有 show， 那就是钠跟钠没有 potential， 对。然后他这边也只有铁跟氧的锈，他没有参数，就表示他没有potential，或是potential，对，我找不到，目前是找不到。OK， 好，对，所以我就只要针对这个铁跟氧他们之间的 coil 这样子，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先不用用 coil， 就是铁，就是钠跟磷。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我看的文献里面都只有钠氧，然后就是没有钠跟钠之间的。对，好，对 okay. OK， 那我这边再测试一下这样。然后 DB 键跑了没有？现在没有问题。我的 initial 都还在准备这样子，等一下。到了吗？还是还没跑到？我目前都还在准备 initial， 就是
我还在跑那个 VCMD， 然后都还在准备他的 initial， 然后等准备完再去回去执行 DP 卷这样子。对， okay. 对，就是老实说熔点前跟熔点后的、的部分这样子。啊，还需要很久吗？可能还需要，因为目前都还在排那个 node。对。啊，对 对, 對，这样子。然后我写 NEB 的 main data，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它每一个路径的那个动画我是用手动，然后我现在就是有把它写 pro code 去我从 QE 的 output 自己抓出来，对对对对，然后我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这边会印出我11个的 position 它的一个 data 的，然后我这边会顺便印出我的，像它直接显示我的 image 有11步，然后再把我的这个画图档给它印出来，就是这个是反应路径从0到1，然后这是它的 barrier， 从就是它 barrier 是在这边，然后这是它反应路径，然后它印出来会在这边，这 product 就是它这它的，这我的画图档，就我这边就直接扫出了，我画图档我就可以直接画出我的档，好啊，然后就是 NEB 需要的我目前全部都懂，一次都批次，对 对, 對，然后动画的话，161，动画的话就是它也都是在都是没有错的这样子。就从这个位置扩到这个位置，然后它总共是11个 image 这样子，对，然后目前就是，NEB 现在这边有写，就是之后不用再手动。哎，还有没有办法把动的那一颗原子变另外一种颜色？动的另一颗原子变另一种颜色？有没有办法？我看一下。好，没关系啊，后续再后续的处理就可以了。好，我再用 Orbital 点。对，就是我昨天是我当初我那个 Pro 扫出来的，对，他还是这样。大家都很会写 Pro， 然后就是我的，这是我目前有两个路径，这个路径是跑完的，然后他之后的 Barrier 是，那最后这边是还有一个中间的状态吗？对，就是这个的话，我们这样的话就会把这边。这个是这一个的，是这一个的。所以我们主要是只有两个路径，是不是？我目前因为我目前跑的差不多是这两个路径，其他的还在跑这样子。对。所以总共有几条路径？我只要是空缺的，我都可以都是可以做测试的，所以其实可以是蛮多的。然后我现在来扫这一个的。这一个的它的那个，它的动画 barrier 大概都是一点几，有一点几也有零点多的，对。然后这边扫出来是，我看一下它的，barrier 有可以顺便算吗？对，就是因为我这边有扫出来它的 barrier， 就是都从这边就可以看。就是我的这个 product 的这个，就是说直接 pro 输出就把 barrier 弄出来，然后前面加一个井字号或者名字号，那把它点出来。好，那我这个我再去写，我再去改我的程式这样子。对。然后我用 sort 就可以了吗？我看一下，我再去想一下。然后我现在把这个。这是第二张图，这一个他算还没跑完，但是他是从这个是从这边扩散到这边，然后他的是比较他还没跑完，他现在还在 1.2， 对，然后这个是现在我扫出来的这个动画这一个，对对对，那可能还会更低这样子，因为他每个路径的那个 barrier
的不一样，然后可能还要再多测试这样子。对，那大概是这样。然后这礼拜要报的 paper， 它是在说这个钠反氧化物它的一个这个钠电池的。报重点。哦，报重点好 ，OK。然后它的方法主要它的 DFT 主要是用 FASP， 然后它的还用 LAMPS 去做它的 MD， 就是它然后用 NBT 跟 NPT， 然后最后还有这个 MSD 去算它的迁移路径这样子。然后这是它一个晶体结构的示意图。然后它主要是还有测试说，在这个因为它是钠钒磷氧化物，然后它将这个钒将它降低它的浓度，然后去增加的其他的元素进去，然后去看他们一些电压的反应，像它增加，它把铝加进来，因为这是 E 减 S， 然后 M 是它的增加的元素是增加的，然后去看它的一些电压反应，然后可以看到说它增加了其他元素之后，它的这个容量是会增大，然后它也去做一些它的一个 DOS 的一个部分，然后它的架带主要是这个 V3D 跟 O 的 2P 去呈现的这样子，然后它有做它 Arrhenius 的这个图，然后它也可以看到说它的温度越高的时候，它扩散的那个系数也是越大的这样子。对，然后他用这 MSD 去看他的一个密度，电子密度，然后可以看到就是他的一个迁移路径，他钠的一个迁移路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结论就是说他的这个电压跟这个文献上，就他增加了这个元素的这些电压跟文献上是蛮符合的。然后这个材料它是一个蛮不错材料，所以他们主要是以这个方向去做研究。它电压是 FASP 估计出来的。它电压用一个公式，就是这个电压这个公式去求出来的这样子。对。它是根据 FASP 的算出来的某些性质，就可以带那个公式吗？对，它好像是用这个公式，然后又带进去其他的。就好像我看一个地方是又带进去，然后去算出它的一个电压这样子。对，就是。我给你帮看一下。就是算电压嘛。对。Okay. 就是从 FASP 算出来的某些性质。比如说像那个 Fono Spectrum 不就是 QE 算出来的结果拿来画的吗？嗯。我记得我看到，我搜寻一下。没有，他这边是有，他是用 DFT 的一个东西，一个计算，然后用使用这个等式，刚刚那个 equation one 的那个算出来的一个电压，这个我再去看一下。再问一个，那个我们要做的那种材料，它是用 DFT 吗？还是 DFT 加 U？ 我之前有没有印象？哦，这没什么印象。对，因为我好像在这篇就才有看到这个，就我在我钠铁磷氧化物的，不是因为我们算那个 BOS 可以算它的 band gap 嘛，对不对？ band gap 有些材料哦 band gap 算不准，所以就人为加了一个东西，让它 DFT 算出来的 band gap 跟实验值很接近。嗯嗯。QE 里面那个 control 那一项也有一个 U 的值。OK。所以如果 paper 上我们那种材料有 DFT 加 U 的话，我们其实就是用它 paper 上面那个 U 的值在 QE 的点印档加进去就好了。所以你有没有印象我们那种材料金属氧化物这个材料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个电子的材料，这个 DFT 有没有加 U？ 这个我再看一下文献确认一下这样。好好，我再确认一下。OK。